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羞羞，我们继续来收看这个霸王的叶枫的比赛哈。霸王现在用的这个八神第一次开局啊，先掏一个下盘六连，落地在167啊，一个安全消风但 A。好，葵花反击出来，看看霸王这个八神打得很有章法哈，能归能攻，哎，跳低，好，犀利钢，哎，再来掏下盘，哇。下盘起手再一波六连哈，啊，下期发波，他这个下期是别有深意的哈，你不要跳，你跳的话下期就可以直接打晕了哈。A B 过来那也没用了，继续来看，掏了两次下盘了啊，再刚 C D 啊，好一个下 B 下 A， 也是一个下盘攻击，我天，叶枫被压的百合折牛逼了，我天，直接打晕了哈。这个是八王的八神吗？这个是谁的八神附体了？老 K， 何池，还是灰灰？啊，再掏下盘，这一次是直接下盘起手加必杀了啊！要穿三的节奏啊，很强悍，继续发一个不可防御波，啊，跳低卡位，抢空，在 CD 打远点啊，拉后之后哈，刚好骗过对方一个升龙啊。直接带走穿三，好的啊，喜欢的点点关注啊，关注羞羞不会走丢。